这是一个基于 FPGA 的机器人表演系统，本系统表演的内容是皮影戏，整套系统由小组成员自主搭建，由舵机组成的机械臂来控制皮影人完成表演动作，同时配上背景音乐播放。这是由本小组成员自主组装的机械臂部分，这是16路舵机控制板部分，由 FPGA 控制舵机控制板，这是本系统的背景音乐播放部分，这是本系统的用户操作界面，串口屏来控制曲目的选择，同时配以皮影戏的简介。这是本系统的主控部分，由一元素 A7 核心板配以扩展板。现在开始系统演示，点击串口屏菜单曲目选择，选择白蛇传。以上便是本系统的主要内容，谢谢观看。